我完全没有想起。已经妨碍不了我们了。楚曼，楚曼，楚曼，你冷静一点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去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只能说个谎试试，看楚曼能不能变一个人格了。这位江小姐，你说你是我女朋友，所以呢，你要多花时间陪陪我，这样才能找回属于我们的记忆。那我以前喜欢你什么呢？喜欢我们楚总的品味一。还有老李，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让他继续住在这里的，但你以后还是少交一些这样奇怪的朋友。哎，那你不想找回记忆了？如果是没用的记忆，我也不是很想找回来。无论如何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楚总，你来了。你去调查一下近年来钻石价格的波动情况。我们和默默合作的下一个项目需要，还有。
你去做一份祖母绿宝石产地的分析报告，他下一个项目需要大量采购。弄着干什么？去啊。哦。明明，等一下啊，明天晚上一起在家里吃个饭吧，想吃什么你来定，我好让老李提前准备。好。齐了，快吃吧。明明，嗯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嗯，你说我们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嗯，你是不是重新找回对我的记忆了？对不起，我完全没有想起我们之前的事情。之前发生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谁也不要提起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我明白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你不用说了，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的，之前是我硬把你绑在身边，确实对你不公平。你会觉得不舒服，也是难免的。没关系啦，我都理解的。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去找房子，我会尽快搬走的。其实你也没有必要。楚曼，我吃饱了，我想先上楼了。